刚刚在哪里？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是有一个新闻不是很好啦。为什么？那个新闻就是说，哈，那个妈妈很生气，然后把小孩子做不好的事情。啊，你不要知道为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看这是一只手而已啊，没什么。哦，啊，你下去玩你的。你看，等太大声就是这样子。可怕，就看一下是哪个国家。